下一集，最近有一个条件很好的男人在追她，有人条件比你好，你就想放弃了，那就放弃吧。你竟然买过期的药？我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，这很明显就是他设下来的陷阱。你担心再这么吵下去，会跟廖美芳有关吧？俊阳，你在做什么？老友万岁！你可以上Toggle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老友万岁视频。